好久不见啊，多久不见？哎，没有，前两天有来过，但是前两天就见过了。来，再次跟大家介绍，第一排大概这三天都有出现这个样子，固定的啊，固定的。好啦，不免俗的，再一次好不好？再一次，来，请大家多多支持啊、哦。四号哈，1月12号知道要投谁了哈？知道啊、哦。啊，谢谢。11号吗？11号，你12号去的时候就是一个活动中心而已，你知道吗？我们这个是12号投的啦，12号再去就好了。好，谢谢。12号其实这蛮浪漫的，对啊，就支持你的人12号的时候再去那个地方投。对，即便那边没有任何投票所，然后学生都正常在上课，蛮棒的。但是你走进去投票，对自己弄一个监票箱这个样子。对，然后旁边还设了一个监票人员在那边监票，还是就我们两个。到底投谁？投谁？像扛棒一样这个样子，好难过、哦。好，哎，请问一下，今天已经有来过看打卡好了啦的观众，请举个手好吗？哦，之前看过的。所以啊，请放下，谢谢。所以剩下的都是完全没有来看过这个节目现场的，对吗？对，哎，我觉得回应的声音很少，哎，很好，没有，我就是希望他们出声音啊，这个样子。哦，那之前没看过举个手好不好？之前也没看过吗？完全没有看过。达康完全没看过达康了，完全没有在现场看过达康了，完全没有。但是真的真的，网络上会有吗？网络上有哦，谢谢你们。现场没有看过啊。啊，是、哦，还是有。对，现场跟网络上的一样。哎、不然呢？我们会换一个，来，我换替身上哦。然后有个长得超像我人上来说，哦，这样可以吗？这样可以吗？那也太像了一点吧。好棒的状况，我好希望可以找到这种替身哦。对，今天很开心哦，因为这是我们今年啊最后一档。没错。对，做完演完今天，我个人就是放假了，好吗？还要上班的举个手好吗？爽啊！是不是很讨厌啊？就是有这种人。我们真的是忙了一整年的，真的前半年真的是有够忙的。我们真的忙了很久，一路下来真的是 non-stop。对，然后我们就想说，哇，真的是要好好休息一下的，真的很想要休息啊。对，还是我们从此刻就开始休息啊？不行，我们在这边跟网络上大家一起休息，这样太过分了。哈利上来，我们请他直接 solo 一整场，放到这边。哦，好棒哦，我好希望有这种场面哦。对啊，哦，真的是做节目啊不容易，然后做公演，我们之前还做了我们的大型公演，然后在云门剧场那边在淡水，而且在做。恐怖之前，我们还先寻了走位关系哦。走位关系是我们2017年的一个旧的一个大型作品啊，大型公演。然后我们去台湾的各地去巡演这样子，哦，不容易啊。然后还做了嘻哈游记嘛，对，还是之前还做了嘻哈游记，对。然后就是跟着哈林哥他们一起，就是闹了一场这样子。你这样说闹不愉快的意思吗？不是，我说大。刚听起来是嘻哈游记，跟他大闹一场感觉，大闹天宫那种感觉嘛，他是西游记嘛，闹天宫的意思、啊。是，好好好，很多事情啊。对，你还做了什么吗？啊，我之前吗？我不是跟你做一样事情吗？我还做什么事情呢、啊？你就这样的生活之外，没有个人生活？没有，我被填满了、啊。我其他时间我就是放空在排戏排完的时候，我就站在排练场门口啊，然后隔天要排戏的时候醒过来，然后继续排、啊。我跟你讲，他完全不是这样，好不好？他每次休息的时候，嘴巴是会一直动的那种人。他是话非常噼啪，可以一直讲一直讲的。有吗？有，你就站在那边。我觉得你们来，不要这样子。我觉得我需要找一个那种天语翻译者来帮我翻译。我觉得这些可能都是有意义的哦。这样，蛮恐怖的。你没有看过那个看不见台湾那个纪录片吗？哦，对，它里面就会讲天语人啊，就会讲打来对不对，来对对，没有，这是有点香港那边来的天语人吧？对，他可能是香港那边的声音，对，不一定，但是他们真的好奇怪，真的就讲这样的话啊。然后旁边就有人说翻译说怎样，哦，这蛮好的，就像翻那种小宝宝，有时候只有父母听得懂小宝宝说的话，哦，他就会翻译他的话，是不是？对，哎，你要不要吃这个？哒哒哒！哎呀，克宁比较营养啊！哒哒哒！你一定要吃雅培的，这家就没有卖雅培的，你还一定要吃雅培？哒哒哒！好，不要哭，不要哭，都给你哭就好了。这个是不是？哒哒。对啊，这个含乳量100%，问成分是不是？好厉害哦！对，只有他听得懂而已、啊。现在婴儿都很聪明，是不是？对，小孩很讲究的，其实。蛮好的。对，他们没事的时候啊，他们会爬。就会爬到那个奶粉罐旁边，然后看一条一条看这样。爸爸妈妈上班时又没事，这样爬上去吗？对不对？这样爬上去。你不知道奶粉罐上面为什么都要一条一条一条那个有那个一折一折的，有没有？他们是这样可以这样小小。有人听得懂这个描述是什么吗？他
他还说是冠生的部分了、欸。对对对，哎、欸，冠生不是有一条一条凹槽吗？你很有研究哎，感觉你就是小时候爬过的人哎。对啊对啊，我就爬上去，然后一条一条爬纹呐、啊，就这样慢慢爬纹爬下来。哇，我学校出现了，开始爬纹。没有谐音笑话、啊，就是那个爬跟那个纹哪里有谐音的？纹路的纹吗？哦，不是那个意思啊。就是刚刚说的嘛。我是说爬文字的意思。太奇怪了，太奇怪了，好不好？爬文字，来，各位，刚刚著名的吐槽出现了。太奇怪了，太奇怪了。不要放大我的吐槽啊！再一个，再一个，再一个。你也说得太夸张了吧？来，请大家支持叶问四哈。感觉好像帮在帮叶问叶佩，这个木人桩很硬啊。你打这个好不好？你打这个好不好？烦不烦啊你？哎、欸，说实在，叶问是真的是，我一直很好奇，叶问这么长时间要跟木人桩打打打，他不会有一种就投射嘛，情感投射，就是他会帮木人桩取名字，或者是会跟他一边打一边讲话嘛，一边聊天嘛。对啊，因为你长期的，他叫庄庄啊，庄庄，庄庄，庄庄是不是？对。哎、欸，庄庄，不好意思，我开始喽，这样子。就像那种飘到那种荒岛的，都是叫 Wilson 嘛，排球嘛，他应该会叫取一个名字嘛，嗯，对不对？庄，哎、欸，庄庄，你最近瘦了、哦，最近瘦了，对、嗯、不对？被他打了，被他打了，对吧？对，对不对？然后他会慢慢打打打打，然后前面就会出现一张脸啊，好可怕！他用他手指慢慢戳出来了，慢慢一张脸就被雕刻出来，这样，然后慢慢就捏脸，对，捏脸。他希望跟一个女生对打，胸部就会慢慢被雕刻出来，这样，下面会这样子啊，全身会开始变得苗条有致。那他老婆应该看到的时候觉得。你什么意思？对，这女人是谁啊？你一直在打这女人是谁？庄小姐啊，庄小姐，叫做亲密，好多对象哦對、啊，这个样子。对，真的很棒。对啊，而且他这样就拍了，拍了四集哎，四集啊，拍了十年哎。哎、欸，听说他打木人桩，我们不是在帮他植入啊，但是我看一个广告是、他为了打真的吗？整只手都 OK 啊，打到 OK 啊。甄子丹是一个会 OK 的人，你这是在侮辱甄子丹吧？什么甄子丹会 OK 这种事情，我什么都没有听过。甄子丹打到 OK， 这就跟史威四十三龙扭到脚是一样不合理的事情，好吗？我个人觉得扭到脚非常合理，我觉得非常合理。这种人都是不会扭到脚的啊，会吧？他们不会流血啊，不会受伤吗？那他化妆化出来的、啊。史威四十三龙不是拍了什么最后几滴血了、啊？最后、最后一滴血，最后的一滴血嘛。对，那个是下一集。这一次只是最后一滴血。我觉得看到他里面的学士史上那个状态，真的是很容易扭到脚才对啊。还在山里面跑，那个真的很容易扭到脚的嘛。还打赤脚。没有，他们这个剧组会在他跑那条路线嘛，慢慢然后把那小石头这样捡起来，这样。Hey you, that's a little rock 。就像那糖果屋一样，捡了一整袋这样回去，然后确保那条路的篮子里，对，也没有小草，没有任何铺起，然后全部都翻过土了这样子，然后压实很平，这样让他跑。好细心的一个这个工作人员。对，毕竟他年纪也是大了，真的不能让他这样子。真的蛮大。薛世荣几岁了？七十。真的吗？不能这样乱讲的哦。徐世这种七十这件事情，我也是听都没听过的。七十岁，哎，我听说他永远都四十啊。没有啊，哎、欸，七十岁真的很不得了，哎、欸，健身这件事情真的大家好好保养一下。我也想要去练一练。你想要练健身？为什么不能练？你想要练哪一种？练哪一种？练下半身这种啊？哦，只练下半身是不是？对，就下半身就像梯形一样这样子。哦，单纯为了想做捷运而已。对，为什么？就做捷运比较稳啊。重心低是不是？对对对对对，然后上来的时候就不知不觉让辅助你的手。那是因为我很高吧？我只是这样拉着他就拉我这边。有没有？有没有遇过这种人？有，很适合哎、欸。那、啊、你就是很习惯被人家这个样子，对吧？有吧？我真的是。是吗？我跟你讲，那感觉一点都不好受，真的。而且我跟你讲，都是我的朋友，不知不觉讲话讲到一半就会这样，啊，我跟你讲，就靠上来。然后我就这样看着他、啊。还有时候不知不觉就说：“哎、欸，现在干什么？”会不会？你刚刚说我长相痴汉吗？没有。你刚刚说我长相痴汉吗？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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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没有这样认为。我知道大家没有，但你有吧？哎，你麦克风掉下来。你少来！你不要碰我脸。啊，不是啊。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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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现在好像会动的慕容庄哦。你干什么？叶问，不要了。哎、欸，不要不要再弄了，好不好啊？
现在打不够、哦，奇怪。好了，大家可以去看叶问哦，这推销一下。我没有要霸占叶问啊，我没有收人家任何钱好吗？好了，真的没有。啊、okay ，今天呢，在这个第三季的最后一集呢，哎，怎么样？一样是为大家带来两个段子以及两个节目的演出。等一下，前两天都有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在每一年的尾声的时候，我们都要许愿，我们都要期许自己或者是检讨自己。你有没有什么要说的？哎、欸，我们不是前两天说过许愿，说过检讨，对，但是都不是认真的。今天要说认真的，今天要说认真的。前两天你是认真的吗？是，不，在这里讲认真的，认真的啊！我在这里讲的话，没有一句是认真的过哎。要忽然在这边讲认真的，好好来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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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讲认真的是不是？好，要不然，好，要不然我们一起讲，这样大家听得清楚吗？没有，我们一起讲，我们看看我们的默契嘛，对不对？好不好？一二三，我希望我，哎，我们还蛮有默契的、啊，还没有说，一起都说，好，认真你讲一个。我希望将来达康达康可以，就是让我们现场的观众朋友们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像现在我们是160个人一场，我希望在这个现场可以做到1600个人一场。哎，我说的是这个现场哦，我说的这个现场，你们要反对一下才对哦。要不然你们就会是怎么样看这个节目，我也不太知道了。这样子，我看看这个空间哦，上面有没有什么层架可以塞人的这样。那我接续他这个想法啦，我希望二楼咖啡呢，在过年这段时间。二楼咖啡？哦，二楼。这有声音吗？哦，你知道要做什么吗？麦克风收错。太扯了。麦克风，刚麦克风是有问题，是吧？收你的错。对，他刚漏掉几个字，在不乖，这样吗？收你超大，你知道吗？你宁愿惹毛收你，也不愿惹毛后台吗？你居然现在来讲？你我刚刚勇于挑战，我刚刚收你可是讲对喽。你是后台讲错、哦，没有，是刚刚被收你消音了啦。对我刚刚讲二楼的后台咖啡，所以我讲、二楼咖啡这样。了解，二楼的后台咖啡。对，好，我已经努力带观众掌声了，但没有什么人认同你啊。我尽力了。要开道歉记者会了，是不是？要开始催生一点眼泪了。今天观众好冷漠啊。都不原谅别人的过错的。等一下，不要把你的油抹在我们的麦克风上面，好不好？现在越来越亮了，很不舒服。这样我在擦亮我们的 Sony 啊。好了，后台咖啡真的支持我们一整年，我们真的很感谢。但我们希望它真的1600，我们要多隔几层出来啦。哦，隔几层。对，到时候大家就这样爬开啦。一层，我们第一层的观众还好吗？第二层的观众还好吗？第三层观众还好吗？好开心哦，就像 hostel 一样。哦，对，胶囊旅馆。对，四层床，然后大家从头伸出来这样。对，好，算你绕过去了。OK， 好，来吧，后台咖啡真的不好意思，早一点讲这件事情，一切就不会拖这么长，你们也不会丢脸这么久。不要把自己弄得像政治人物一样，好吧？好不好？我站在舞台就是，我跟你讲，他很像啊，他刚刚的行为就是啊，我不懂你什么意思，我不接受这种抹黑的行为的。把手放下来，我要求是干净的漫才。什么叫干净的漫才？台湾的漫才师有这么难吗？走开！讲一个不抹黑、干净的漫才有这么困难吗？我搞不懂，站上舞台人一定要做这种重伤的行为吗？我燕达，我们就燕达在这里。我不就要说，通常都是你先生还没有按铃好吗？现在发言时间是不是？而且你是手语翻译吧？现在站在你那位置好不好。爽了吗？蛮爽的、啊，喜欢真实的发言、啊。这辈子没机会选的，趁现在讲一下，蛮爽的、啊。说不定20年后，说不定会是你了。来了，20年也太久了吧？哇，很骄傲哎，这个人烦不烦呢、啊？明年就选里长，要怎么帮你开这个话题啊？对，好了，那我们接下来会带来两段节目以及两个段子的作品，一样跟往常一样，跟昨天两场都一样。那希望大家笑得开心的。这样讲有点太难过了，刚
断子断则部分，断则部分，断则部分是是是，对对对，好，节目部分不一样了。好的，接下来为大家带来第一个段子，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达康，我是康康，我们是达康的康，大家好。好，哦，说真的，前阵子有一段时间不是变得很湿冷吗？啊，对啊，对对，在那种时候就觉得机车族真的是很可怜啊。这种时候就很羡慕开车的人哦，是啦，天气很差的时候，看到开车的人真的很羡慕，真的，对，尤其现在开好车的人很多，你知道吗？那种敞篷的帅得不得了啊，帅，谁这种天气羡慕开敞篷的、啊？只换个交通工具吹风而已吧。哦，哎，那前一阵子我们在云门剧场演出，刚刚有讲到嘛，不知道有来现场的应该知道，那几天是天气超冷的，有没有？然后很麻烦，还下雨，有没有？好险那时候我们有车。哦，对，好险，最后我决定把家里的车开出来啊。对对对，我们那几天都是阿达载我们上下山的，我们真的很谢谢他那台车，真的真的。谢谢车啊，谢谢人吧。当然，我们当然很谢谢你爸，谢我们那台车啊。也是啦，你是不是少谢谢谁？谁？我。为什么我好歹当你们四五天司机吧，你这样讲的话那我们也少了四五年寿命吧，这个样子的话为什么我开车老那么恐怖，你自己都不知道。我知道什么？等等，我先问一下、啊、我们算是一起报名驾训班，然后一起考驾照的吧？对啊，然后呢？对，所以在开车这件事情上面我应该可以算是你的同期吧、啊、对吧、啊、大学的时候也许你是我学长没有错啦、啊、但是这件事情上面我们算是同期吧。好啦，提什么学长不学长的啦、哦、对啦，反正你们 听过你在叫学长啦、啊、介意吗学长、啊、不介意想啊，真的吗学长、啊、不要刻意叫我学长好不好，怎样啊，说啦。哦，总而言之在开车这件事情上面、啊、我应该可以算是可以坐在同一个高度上然后给你一些建议吧，对吧、啊、没办法，物理上做不到好不好要不然你把你的座位下面把手拉一下，你就慢慢起来起来。我拉我这边的，我就慢慢。我知道怎么调座位了啊！不要调座位好不好？可以聊嘛。好好，停下来。你有什么话跟我说好不好？同期就是这种脾气。我哪种脾气？你开车的时候就是这种脾气啊！我开车哪有什么脾气？哎、欸，这没有自觉啊！你手一握上方向盘，你整个人脾气就超差，你知道吗？哪有啊？一放开方向盘就呵呵呵，有说有笑，超恐怖、啊。精神分裂是不是啊我？我那几天大人的车，精神压力很大、啊，到现在我一路做噩梦啊！做什么噩梦？做噩梦里面啊，就开着车啊，在我们到云门剧场里面，然后我们在云门剧场里面一直演出，一直演出，演完之后就开着车再回到那个住的地方啊。就这样而已啊，这就普通的梦嘛，哪里是噩梦啊？我到昨天为止已经连做了50几天的那个演戏啦，还没有演出费，这不是噩梦啊？这个部分嘛，你对不对？如果每一场我都有收费的话，哇，我明天就够活了，我跟你讲。关我屁事啊！而且做那噩梦跟我开车脾气差一点关系都没有吧？那、啊、没有关系。哎，我们那时候所有演员坐在车上都超紧张的。没有吧？啊，对 对，除了丹尼之外啊，那个我不在讲这件事情 啊，不，我们不是在排挤他，是因为我们一起住了一间公寓，但丹尼他的父母在红树林的对面有一栋房子。感觉越描越黑了哈。好，总而言之，我们那时候所有。有人坐啊，除了丹尼 不要解释这件事情啊。好了，我们所有人坐在你车上，哇，超紧张的。我们连等一下去个 seven 有没有？都会在那个 line 的群组里面私下讨论说，我们要怎么跟阿达提比较好、啊。讨论什么？就直接跟我提就好了。没有，我们怕你生气啊。啊？搞到最后我们没有提耶，是我偷偷拉你的方向盘靠到边上，有够危险的、啊。有够危险，这样我才会生气好不好？我讲，比起出一点小车祸，我们更怕你生气。哪有那么夸张啊？还买不到 seven 啊？多依赖 seven 啊，很恐怖的。不然举个例子啊，我什么时候开车生气过？没有生，没有啊。之前不是有一台车要切到你前面，你就超生气的，对吧？对，那真的很讨厌。你看，真的嘛？不，这我开车人都知道，那种硬要切到你车子前面那种车，就真的很讨厌啊。就怎么样？他温柔一点切你就 OK 哦。什么叫温柔一点切啊？就对方驾驶突然打了方向灯啊，然后跟你并排开了一段时间，然后他就越靠越近，越靠越近，越靠越近，让你突然很好奇，就抬起头看向窗内的他。然后你跟他眼神对上了，你发现他眼神里面出奇的坚定又充满了一种柔情，他嘴唇慢慢动了起来，你解读他的唇语似乎说着我要切进来喽，他就慢慢的切到你车前的缝隙里面了。期待就这样剧情是不是啊？期待这种剧情啊，写什么言情小说啊，霸气总裁超我车啊，少给我连名字都取好了，烦不烦啊？没有人这样开车了，好不好？我跟你讲，马路就是战场，你还期待敌人给你慈悲哦？这哪来敌人啊，对不对？我跟你说，有人要切你的车，你就微笑让他切。嗯、等一下他要右转的时候，你就卡在外线，不要让他过。也太坏一点吧？与其你在这边生气，不如采取一些积极的作为啊！你不叫积极的作为，你叫过激的作为，好不好？会被人家报复啊！怕什么？我们车上五个人啊，你要干架是不是？我们其他四个人帮你叫嚣的，只是叫嚣而已啊！哎，我们是个 team， 讲 teamwork 的吧，合作分工 ，OK？ 什么 teamwork 啊？你们四个没有出手帮我啦、啊？谁没有出手帮你？你上次不是有一次这个车子停不好，一直停不好的？然后呢？那我们大家不是说，哎、欸，那我们先下车好不好？你说、啊、不用，等一下就好，不用，等一下，等一下就好。你在靠边，车停不好而已吧？没有，我们是想要帮你，我们不下车怎么帮你把车子抬到那格子里面？用抬的、啊，对不对？叫你们抬动啊，你们。至少我们有那个心嘛，人家还不认同我们是同一个 team 吗？到底是什么 team 啊？前往云门剧场演员 team 啊，除了丹尼啊，不要再讲这件事情好不好？
怎么样？好好好好，如果我们是个 team 的话，怎么样？你跟我说，我开车的时候你都做什么？我好歹也是一个尽心尽力的副驾驶，好吗？你在说什么？尽心尽力个屁啊！你只坐在副驾驶的位置而已吧？是你觉得副驾驶这个位置是很舒服、很轻松，可以坐，是不是、啊？不然呢？坐那个需要什么条件？你说别人也许坐起来很爽，没什么责任，舒舒服服坐、啊。我可是一直撞到膝盖的、啊，干我屁事啊！我可是一直这样的、啊，活该啊！自己腿太长了，好不好？我以为你要讲什么了不起的责任呢、欸？谁说副驾驶没有什么责任啊？没有什么责任。总统出事，副总统是要上的、欸啊。什么比喻啊？我出事，全车都会出事啊！不一定吧，也许后座人会勒死你脖子啊！想磨杀我是不是啊？这样全车还是会都出事啊？或是你开车开到一半的时候，你近视突然加深，就怎么可能啊？开到一半忽然看不清楚了，不可能好不好？驾驶很多事情的好不好？你什么事情讲嘛？好，大家都上车的时候，我是不是要我就点名？你车长小姐吗你？我说要确认大家的安全带、啊，不需要，大家自己确认就好了。你这一条不安全吗？安全，我这一条分你一点好了。没有这样分安全带的、啊，对不对？我会分你一点安全带。哎，这安全带绑好了没有啊？绑好了。你看这蝴蝶结完不完？没人绑蝴蝶结的、啊，当中扣的、啊。哎，这方向盘这温度会烫手吗？谁加热方向盘啊？加热座椅好吗？后照镜的部分角度可以吗？哦、自己会看啊。哦，照得到你的粉刺吗？错了啦，照路才对啊。哦，车胎这个车胎还有气吗？不用这样直接测试吧？嗯，会不会有人以为我们在车震呢？那就不要震了、啊、你。哎，窗户是好的吗？你保养厂员工吗？我们刚刚不是在车震哦，不要跟人家解释这件事情好不好？哦，那个置物箱里面检查了吗？检查什么？没有，里面的枪上膛了嘛？上膛去干嘛、啊？我们还有，我们等一下要听的歌单准备好了没有啊？准备到这程度吗？我麦克风有声音了吗？原来是你要唱啊你！好、哦，我们等一下要聊的话题是不是准备好了？不用准备到这程度啊！要不要让我上路啊？好，一切都准备好了，驾驶大人请上路。拖我够久的、啊。哎、欸，你觉得23只猫加47只狗总共有几只脚？开车不要跟我讲这话题啊，有个分析我会出车祸好不好？让好好开车好了。要睡着了吗？你不说你有什么责任吗？啊、我睡觉会打呼哎、欸，我睡觉会打呼哎、欸，你们够没有睡啦？哦，哎、欸、哎、欸，你要吃东西吗？啊、好好好，谢谢。好，我喂你。啪嗒啪嗒啪嗒，活鱼啊你！你有海豹是不是？不要啊了，我不需要了。好，不然要喝东西吗？啊，谢谢。啊、来。嗯，会太裂吗？啊，是酒吗？对对对，吸管吸管，吸管太裂什么意思啊？没有，我的吸管裂太开了，根本吸不起来啊。哦，要上厕所了吗？啊、我等一下再上。哦，我帮你先接输尿管，没有关系、啊。不需要，我去厕所上就好了。哦，等一下，那边路边有一个小孩子，小孩子小心小心。哦，看路啊！骂脏话吧你。那我帮你下车教训他。不需要，车门关起来啊你。哦那现在路边有一个那个卖玉兰花的阿姨，小心小心。哇，我看到，我有看到，危险呢、欸。啊。啊，1串50吗？要阿姨跟上来嘛，我车子还在前进嘛。哎、欸，我是有大超啊，整篮给我啦，整篮给我。你买了多少玉兰花啊？拜拜。啊、哇，你的直拍都很潮啊，阿姨。阿姨直拍，你又太快了吧？哎、欸，有岔路，左边右边，左边右边。啊、左边。哦，左边。好老派的指示方式啊！人家不知道我要转哪里，不要再转啊！我在改变气流，帮助你转弯了。最好做得到、欸，太中二了吧？哦哟，有这边有这边，回转、回去看，转回去看。回头刚才出车祸啊！你那么绕回去看嘛？不需要。哎、欸，很正，绕回去看啦、啊。不需要。你方向盘打到九弯，拉手刹，强制甩尾啊你！你多想让我看正面啊？哦，我们可是为你停下的呢，阿姨。阿姨呀、啊，口味太重了吧你？哎、欸，警察跟上来了。想被警察盯上吗？我踩油门，踩油门，踩油门，为什么被飞车追逐啊？啊、不用找钱了，阿姨，不用，再也不用找钱了。我有两个商家、啊。哦，警车，警车跟我并排了，我头箱比较好吧？啊，置物箱，置物箱，啊，置物箱。嗯啊，枪是用在这种时候吗？啊，警察掏枪是不是？阿姨让开，挡住了，阿姨挡在那里，阿姨走开啊！阿姨，这个枪不是给你，这不是。阿姨拿着枪干嘛？哦，阿姨加速了，阿姨加速了。阿姨超越我吗？哦，警察跟上去了，跟上去了。警察在追阿姨啊！哦，哇，阿姨怎么了？哦，阿姨跑回来了，阿姨跑回来了。哦，警察，警察干嘛了？警察追上去了。哦，等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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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追上了？哇哇，这哇，等你眼神怎么回事啊？哇哇，他们也太强了一点吧？我第一次看到有人用眼神，原来是漫威电影的场面的。我靠，我靠，好亮，爆炸了，爆炸，爆炸，啊，爆炸，耳鸣，听不到，听不到了。我听不到你讲什么，我耳鸣，我耳鸣，我听不到你讲什么。刚刚爆炸，我听不到你讲什么。我刹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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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了？云门剧场到了，竟然还到了，太诡异了吧！刚才中间什么状况啊？哎、欸，怎样？啊，方向盘应该在我这边吧？那发现太晚了、啊，谢谢大家。啊，卖玉兰花的也是大家的共同回忆吧？没有回忆，我今天才看到的。啊？我每天都会看到卖玉兰花阿姨啊。哦，现在还是很多吗？很多啊。非怎么了？为什么他们从来没有绝种过啊？没有没有，以前都是在那个什么，他们一直在保育，我们一直富裕很多玉兰花阿姨，富裕玉兰花，然后再把玉兰花批给阿姨们卖。对对对对对对对，所以卖玉兰花阿姨就越来越多啊。很辛苦哎、欸，他们都很辛苦，戴着大斗笠，然后戴着口罩，然后在路上有没有这样兜售？哎、欸，以前不是都拿竹筛子吗？他们现在竹的那个筛子，
竹筛子，就是新那个、哦、圆的啦，结婚的时候要盖在头上的、那个。对，现在都没有，就提塑胶篮啊、哦。真的吗？对啊，真的啊。塑胶篮是哪一种啊？你是说是大润发、洗衣服的那种？哦，不，洗衣服那叫做推车，好不好？而且那是铁制的，不是有很好的才是塑胶的。很多人都会把 Costco 那种推出来，推到自己家里面用，你知道吗？真的。他们就会推出来这样吗？哎，没有没有，玉兰花阿姨那是要装多少玉兰花？那卖不完吧，一定会烂掉吧。而且以前玉兰花大概20块一串吧，现在也真的是涨价了吧？50，50吗？50而已吗？50吧。哦，强迫你买两串哦。对啊，还是他会把它夹在身上，说你要哪一串？没有没有那么色情。谁说色情？那衣服穿好好的，夹在衣服外面，哪里色情？我以为你夹在不同，没事。没有，我没有去过那种卖玉兰花的店哦。我去的都是卖一般玉兰花的那种店哦。什么两玉兰花是两串一千的那个我没有去过，好不好？两串一千，超贵。你 OK 吗？两串一千？要看怎么卖啦，也是有可能。阿姨，这个玉兰花已经枯掉了，真的还要卖我一千吗？这个样子，这种感觉。你确定我只是在卖玉兰花而已吗？不要这样啊，阿姨好辛苦哦，真的。卖玉兰花的，卖清健口香糖的嘛，对不对？哦，但是不会有人在马路中间卖清健口香糖吧？有吧？真的假的？有啦。你是在国道吗？啊？国道开开很想睡，然后忽然一个阿姨在旁边说：“要不要清健口香糖？”有不要清健口香糖？好快啊！还他趴在你车子，然后，然后贴在你玻璃上面，要爆炸！不可能任务，不可能第一集。对不起，阿嘉，我们讲了一个我们自己知道的梗。你讲第一集、啊，第一集他们有一个炸弹，很厉害，它是要混合起来，然后讲一讲，可以贴在玻璃上，它就会爆炸了。对啊，你讲那年代，汤姆克鲁斯跟妮可基曼离婚了吗？对对对，那是多久以前的事情啊？我确认一下，这里有没有物理系？我应该没有记错吧？理工系就是那是化学系才知道吧？可是这样嚼一嚼，通常混合了就爆了，不是吗？它有嚼吗？还是我记错了？他说：“千万不要拿来嚼。”哦，对，要使用说明上面，说明上面写了一个 "Don't chew it"。那个特务交给他说：“千万不要拿来嚼，因为会爆炸。”所以他只是说什么红的、白的捏起来，他就丢到。哦，他不是红的、白的。这样，对不起，对不起，我记错了。汤姆克鲁斯没有这么淘气，好吗？啊，没有，果然是都是往错误的方向记忆的。蛮可怕的。对，好了，我们来到我们第二个环节，对不对？好，第二个环节是我们的答卡来解答。好，这个环节是什么呢？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环节是什么呢？来，我们答卡来解答就是请大家事先不是填一些纸条吗？对。那今天呢，我们会问大家一些问题，请大家问我们问题啦，就是关于嗜好的问题。那我们就随机抽出几个问题呢，我们就来回答。啊，是，好，掉了。好，就这张吧。嗯，你真的不能去拉斯维加斯工作哎、欸。啊，为什么？就掉满桌的牌这样，让大家都看到牌底啊。我们来试试看好不好？来，一二三，来来来，请问睡前喜欢做的事，还是总前喜欢做的事啊？什么意思啦？总起来之前喜欢做的事，大概就是撞到吧。不然我还能做什么呢？不对吧？这个嗜好哦，你睡前的嗜好是什么？睡前吗？睡前是总还是怎样？是啊。没有，我睡前没有很肿。没有，不是说水肿水肿了吗？那是睡起来吧，睡前就水肿，睡起来水肿就消了。有这么好的体质也蛮不错的啊。睡起来就是很肿，但是嘴巴很干啊，就是已经没有水分了这个样子，但还是、哦、都到身体中间去了。对，你睡前喜欢什么？睡前哦，我睡前很不健康，我喜欢吃东西。啊，这个胃食道逆流呢？对啊，对啊，还对得那么自然，什么意思？嗯，吃甜食又喝咖啡。我常在电脑在就是在睡觉前嘛，然后看日剧啊，然后吃东西吃一吃就会，然后窗户外就有人这样子，吃宵夜又熬夜，是不是有点火烧心了呢？真的有点。你还是日文，而且你家是四楼不是吗？你要几位服侍吗？爬你家外面的电线杆，对对对，敲你家的窗户，没有。现在屈臣氏都有一些登门推销啊，这样。哦，睡前吃东西真的是啊，像现在都会人应该蛮常做这件事情啊，宵夜一定要禁食一下，因为很舒压啦。对啦对啦，就是如果压力很大的话，对对对，而且你一天当中，像我们这种工作比较晚的，你就会觉得说只有睡觉前是只有自己的时间而已，哦，其他时间都是
就会看到你啊，这样。哎、欸，不要，你不要说的这么不舒服好不好？我是连睡前都会看到你，哎，我会看影片，我会检查东西，不要误会，检查东西。武汉人把我什么黑白照片挂在人家哪里這樣？我老家有。曾祖父、曾祖母、阿达。我爸妈每次走那个走道的时候说，嗯，哎、欸，康康他搭档还好吗？这样子。我怎么不记得我有去参加他的那种告别是吗？看影片然后对到上面的照片，哎、欸，阿达就变胖了、啊。黑白那一张，附身哦，这个样子。哦，那吃完东西你还会做什么？不会只做一件吧？吃完东西就刷牙。哦，喜欢刷牙吗？我超喜欢刷牙、欸。我没有，也没有特别喜欢啊。哎、欸，我刷牙可以，我觉得需要做。我睡前刷牙可以刷超久的、欸。你会刷到天亮吗？不。啊，十一点可以睡啊，睡觉，好爽啊，好爽啊！啊，又天亮了啦！什么熬夜行动啊？太无聊的事情了吧？刷牙刷到熬夜，然后又继续刷，然后牙龈就流血了，反而得牙周病。对，刷刷刷刷很舒服，因为很舒压啊。刷牙哪里舒压？怎么会？震动牙刷你没用过吗？电动牙刷。啊？没有人叫它震动牙刷，除非你拿来做别的事情，否则它就是电动牙刷。等等等，什么意思？我没有人叫他震动牙刷。等一下，你不要震动他哦。有人说震动牙刷，举手。他怎么可能会有啊？等等，你要是找到同类的话，我佩服你。哎，我问一下，飞利浦震动牙刷，你有看到这种产品吗？你去某某上面找看看，有没有飞利浦震动牙刷？这有什么不对？你开店的时候，他就的确是他的机械运动是什么？是震动吧？超周波什么震动嘛，红外线什么的嘛，远红外线嘛，超音波，超音波，你东西一定都要记错一个字才可以嘛，超周波震动牙刷，超音波电动牙刷，超音波怎么可能啊？他是这样写的啊，好，随便啦，他真的超音波啊。你打开音量太快，你为什么要挑这种语病啊？你打开它差不多，震动一段时间你才听到它的声音啊，因为它震动比声音还要快啊。太厉害了吧，好吵、哦啊，就像飞机一样，太快了啦。对，它的就是去除牙垢啊。对啊，可是震动牙刷真的是很棒的东西。电动牙的。我跟你说，回到这个世界好不好？跟大家一起好不好？震动牙刷。你讲电动，电动讲五次，电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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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震动牙刷，奇怪过了啦，烦死了，一直挑语病，震动牙刷自己回去查，说不定有啦。现在大家开始查，有人在电脑前面了没有？赶快查一下震动牙刷有没有这种说法？快点来，换你手，来，这样你手关节是有动问题是不是？来，下一题，请问。关于四号问题，他写了收集铁盒啊，有哦，有收集铁盒，哎、欸，你怎么那么兴奋啊？不是，你收集了什么铁盒？谢谢，我知道有这种，就是各式各样的铁盒，嗯，就是小时候你有时候收到饼干啊，或者是那种乖乖桶，有没有？有没有？可是没有，没有人跟我演，你们连没有震动牙刷，你有没有收集铁盒？看看，我去打鼓了。我跟你一样，但是我真的很惊讶，没有今天没有人要回应你，你知道吗？有震动牙刷，谢谢你，不要当渔民好不好？我今天整场走路都要这样走。写信给那商家说他打错了，好不好？谢谢，网路就是要这样用的，懂吗？我今天晚上就去维基百科上面改震动牙刷，全部每一个厂牌我全部写震动牙刷，写投诉他们。对啊，哎、欸，收集铁盒啊，你没有啊？我有啦，有啊，开始有了、哦。可是我不喜欢。有了、哦、知道要尊重少数的声音了、哦、慢慢就变多数了，对不对？社会就这样改变的，好吗？好拽啊、哦，好难跟你同台哦，好像我对不起你一样。跪下。为了一个震动牙刷，你好贵啊！收集铁盒这件事情，你收集来干嘛、啊？重点很好看，有些铁盒很好看。你收集过哪个？而且没有像乖乖桶，乖乖桶以前有出过铁盒，那叫铁桶啊。铁桶对，铁桶也有啊，饼干那种。我们现在讲铁盒啊。
铁，没有人说，没有人铁盒，没有人铁盒说铁桶了吗？算了，没关系。好啊，去 Google， 有没有？你就搜寻有没有把铁盒说成铁桶的。一般来说，瓦斯桶也叫瓦斯桶，不会叫瓦斯盒啊，你懂吗？有有，我跟你讲，我跟你讲，汽油桶也出汽油盒。好好，你闭嘴。有，你有没有吃过一种圆形的、咸咸的，但又甜甜的饼干？他们以前会做成方形的铁桶，但是它上面盖是圆形的。我现在活在哪个地方啊？怎么可能没有？怎么会这样？我有，我好像活在敌军阵营里面的感觉一样哦。你们到底支持谁啊？我有，不要这样，我有，真的真的。它的铁桶外面，它就是会有很多圆形的饼干的样子啊。你快崩溃了！有没有印象？你们要思考吗？我这一题不是在回答什么是铁盒或什么铁盒啊。哎，太可怜了啦！我的嗜好不下去了。我的嗜好并不是跟大家解释我活在什么样的世界，好吗？好，是从个好很远的国度来的，知道自己国家都会吃一些奇怪动物的感觉。怎么会这样啊？大家今天对你说的完全没认同，也没反应哎。但是我相信大家都看过，他们真的都没有回应。铅笔盒，铅笔铁铅笔盒会不会收集？有没有？没关系，没关系，连第一排都这样，你今天没救了，我跟你讲。没关系，我要说的是，我会收集，因为我特别喜欢收集那种铁制品、铁的盒子。对，尤其是以前那种饼干吃完的时候，有没有？以前我们家里很穷，他并没有办法，就是每一次都有那样的饼干，所以当那个饼干吃完的时候，我会留着那个盒子，然后小时候我会把那个盖子打开来闻，就剩下的味道再盖起来，所以我很喜欢铁盒。啊！有人跟我说是铁盒的味道，我没有洗它，所以是饼干的味道。这样会是蚂蚁的味道啊？没有啊，还有小时候不是有那种铁盒的那种糖果吗？有没有？有吗？你就是看萤火虫之墓啊？没有，本来就有出，然后上面也是圆形的小盖子，超可爱的，对不对？我以前就是把都吃完了以后，装水进去，然后盖起来摇啊摇啊摇。这就是萤火虫之墓。没有，这就是萤火虫之墓。你以前没有剪个马桶盖头吧？没有，不是。然后有个哥哥。没有，不是，我独生子。然后抱着白米，然后在榻榻米上面滚来滚去。没有，真的就这样摇，所以那个水喝起来会甜甜的，好像有一点水果味。对，就是萤火虫之墓，没有错。没有，那时候你知道吗？战争的时候很辛苦啊，飞机就这样飞过去的，炸弹就这样掉下来的。然后你哥哥。啊！你哥哥？我没有哥哥。你不记得你哥哥了？哥哥，我没有啊。你想，你仔细想一下，谁在那个铁罐里面装水的？所以你们觉得我有哥哥？我活在什么样的世界里面啊？你们今天刚好串通好事，彻底的怀疑自己，彻底的，连自己的身世都不对了。好了没啊？今天玩的东西有个外圈的，好来啊，在网络上来，下一题。有两分钟，听过什么很奇特，但是试过就爱上了嗜好？听过什么很奇特，但是试过就爱上了嗜好？哦，有这种嗜好吗？有，你有没有？你有吗？有，您说，比如说被测速照相机拍下来，然后有自己的丑表情这种吗？不是，这种奇特的嗜好。但是其实这其中一个是我喜欢去压那个线，然后让它拍。哦，你说感应线圈吗？对，他们那个机车前面的感应线圈，有时候你根本就没有完全超过它，还是拍啊。你这嗜好算是贵的嗜好哎，蛮花钱的哎。有钱，我做丑表情至少还可以像六福村一样留下那个照片。但你这样就只是压压压压压而已。还有呢？你还有什么嗜好？奇特的，你听过的，你没有试过，然后试过以后发现你蛮喜欢的。试过吗？我没有。但前几天有人讲吃鼻屎，但我真的不知道，不感觉，但我没有感觉，我没有吃过。有人喜欢收集鼻屎的吗？这样。
你该不会要跟我说，你该不会要直播这一天跟我说，你有收集鼻屎的癖好吧？我没有。干的湿的都会收集的那一种？没有没有，真的不会，我真的不会，不会不会不会。哦，但是有一个嗜好很奇妙，什么？就是你在感冒鼻涕很多的时候，嗯，你就开始做馄饨嘛，对不对？然后呢？然后你做出来馄饨，当你做得很饱满的时候，我知道还在背，但你不要在荧光幕前面杀生好吗？没有，只要他离开而已。啊、哦，是吗？我变了一个魔法，让他去另一个空间。但其实在这里，我觉得你就只是抓到让他在另外一个阴阳的空间。就是当那馄饨很饱满的时候，嗯，他那个捏起来其实是有点舒服，你知道吗 ？OK， 我们来聊聊这件事情。我觉得这件事情值得聊。嗯，什么样？什么样？所以你追求的是那种奇特的触感，对不对？没有人跟我一样吗？我跟你讲，这个就是你听过什么很奇特，但是试过就会爱上的嗜好。来，这个刚好卫生纸。我没有鼻涕啊，现在现在没有鼻涕，要不要直接试试看？没有，就是好。我比如说这样子，有没有？这样子，我好紧张哦。这样子，这样子，不要心急，我知道你喜欢。这样子包起来，不是这样就一包吗？是是是。那这样捏捏捏的时候，它就会有一种很奇妙的果冻感。我懂你的感觉了，我懂了，我懂了。对不起，我不应该笑你。我知道今天的观众给人家那个压力什么，知道？但有一件事跟大家分享，就是小时候大家会不会去立那个椅子啊？就是以前我们单人桌椅，然后大家你可以把椅子整个反过来，然后放在那个桌子上面。啊，有没有？有吧？扫地的时候，然后就看到整个班级啊都立起来，有认同了嘛？很好，然后这不端午节的时候才会做吗？没有没有，端午节是立，哎，对对，立蛋嘛，对对对。端午节不是什么都可以立吗？没有没有没有，什么都可以立。端午节你随便去立。老师啊，就这样，斜着老师这样子立在那里。老师来，老师来了，老师来，快点快点，中午了中午了中午了，中午了，快点。是立在这边，一个奇怪的角度。全班四十几位同学都这样倒立，头转。一根一根的，都奇怪的，像齿轮一样这样一个。哦，但那个时候真的我很喜欢立这种椅子啊，而且我晚上、啊、会翘，就是翘那个晚自习的时间，然后去别的教室里面去立人家的椅子。但别人正在晚自习。没有啦，他就为什么椅子不见了？没有没有，我会说就立在前面。同学不好意思，你继续读书、啊。但然后 hold 住 hold 住，我把椅子拿走、然后我再把它立在他的桌子上面这个样子。哦，才不可能好不好？你要引我吐槽是吗？我没有，我本来想赢你，算了，没关系。好，还有什么？还有什么？以前的嗜好？以前的嗜好，你说在学生的时候吗？对 啊，拿橡皮筋弹人家，这不算是奇特，好不好？好，对不起，对不起。但是我跟你讲，用橡皮筋。那如果橡皮筋把自己手绑到变紫色呢？然后再去弹人家？没有没有，真的，以前会这样子把绑到变紫色的、啊，然后会觉得说它变颜色了，然后摸的时候那个感觉很奇妙。就感觉皮变很厚，然后摸的时候没什么感觉，然后后来我就去医院啦、啊。是，然后医生就说：“哎、欸，真的感觉很奇妙。”没有要帮你治疗。然后医生也拿一条橡皮筋，然后绑在自己的手上面。然后整间医院就是每一根都绑着。哎、欸，真的、欸，真的、欸，哦，好奇妙，这到底是一种什么感觉？这是什么奇怪的医院、啊？好，还有什么？传染开来。我觉得奇特的嗜好就是这样传染开来的、啊。你要什么？我还有什么吗？奇特嗜好啊？奇特，然后做过以后，然后才发现会蛮喜欢的、哦。嗯。最后一个，最后一个，整理东西。为什么整理什么东西会很奇特？整理所有乱的东西啊，像整理发票。这，我问一下，我的状况是这样、啊我发票通常会在我桌子上面、啊，大概这么大一摞。没有，这不是开玩笑的。你说像落叶一样吗？对对，就是我很习惯就拿出来。现在我尽量不收发票，但我发票拿出来的时候这样落上去，然后它就一大摞、然后我会累积个两三个月之后，然后我才开始整理它，然后开始对。然后就发现过期了，这样。但是在那个过程当中，你会有一种舒压的感觉，这样子。哦，对吧？我没有这感觉，我用电子发票，我用载具啊。我说可以用载具吗？可以。没关系，我们两个，你不要抓我的手好不好？
我只是想说我们两个感觉都是一样的。哦，都是一样。好，下一个，觉得65岁自己会有什么样的嗜好呢？你应该是在玩你那个什么馄饨吧，还是什么？老伴，你看，老人来了，我要最近啊，我的肺炎鼻涕很多。哎，你看啊，我这是用餐巾纸做了超大一包的，你要不要一起试试看？这样像不像去玩捕金鱼啊？大一包，你会不会老了以后都这个样子啊？应该不会吧？我觉得65岁的嗜好应该会，我会走比较极端一点了。什么？我觉得练团是有可能的。练团？对啊。你是说舞团吗？有可能啊，舞团啊，芭蕾舞团啊，65，哎，你不要吵架。我以前教社区大学的时候，教过70几岁跳踢踏舞的，厉不厉害？我一边教一边害怕，哎，然后手机随时准备着，那救护车有没有在旁边等着？真的会紧张，但他很厉害，每天牵着脚踏车来，所以老的时候我觉得是就是要活就要动，所以我的嗜好就一定会去找那些比较极端的，像是张飞他不是退休的时候就开始玩那滑翔翼或什么的吗？对啊，我65岁，我去高空弹跳也很合理吧？好，高空弹跳可能他们会说，你太高了，可能会有点撞到，会有点小，他可能会拒绝我这个样子。那跟你老没有关系，那个你从现在到你老，他们都会这么说。对，其实跟那没有什么太大关系。但我觉得老的时候去玩这件事情很棒，哎，是吧？对，可是我老了可能你一点都不认同的感觉，因为我老的时候可能会比较懒。我可能就会想，我可以静止不动多久，那就会不会死掉啊？对，会不会死掉？我就想要测试一下我的儿孙们多久会发觉我是不是挂了，然后我会这样子，然后偷偷眯着眼睛，然后看他有没有很紧张的拿手过来在我鼻子旁边，然后就哎呦，还没啦，哦，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哦，今天没办法演段子了啦，才可以，可以啊，烦死了你，太滑了吧？然后呢？然后呢？你会希望，哎，希望，哎，然后等他们。哦啊啊！是不是很爽？很爽！来，传下去，传下去！你看是不是？来，你们橡皮筋的，我们开始试橡皮筋那个。现在开始，忙死了，烦不烦？对啊。所以老的时候呢，还有一个嘛，65岁的。65岁的哦。对，会不会开始把妹啊？我为什么不行？65岁的时候，你的另外一半不一定在啦。你知道现在的医疗？我的意思是说，一直都没有啊，对吧？我们一定要把事情逼到这么难过吗？那就是你到65岁一直在把妹啊。哎，我65岁的时候，我一定去加入那种 swing dance 的地方，好不好？他们 swing dance 都有没有参加 swing dance 的人？有人知道 swing dance 是什么吗？有，谢谢。有嘛 ？Swing Dance， 65岁的应该很容易吧？受了邀请什么的。你今天就是专门推人下地狱，你好奇怪哦。Swing Dance 那个是不是这个？哎，有一点，有一点，有一点。我胯有点拉到，你继续讲。我为你尽力了，我为你尽力了。我觉得我的胯肩为你尽力了。65岁去参加联谊这件事情是蛮好的，因为现在。你讲一讲，因为现在老人联谊啊，其实是很流行的，你知道吗？老人联谊，因为老人的活动啊，你知道他们通常生活的活动其实是越来越窄的，他们就打麻将或什么，你要把他们推出去，然后去做联谊，所以我觉得我参加 swing dance 这种推出去硬推的那一种，对，轮椅直接推进去啊，这个样子好不好？用倒的，好，放弃了，因为你在拉筋嘛。对，哎、欸，我刚跨真的拉到，喂，你那 swing dance 我跨拉到、欸，哎，怎么了？哦，这没有什么好熬的，就是一个东西坏掉了而已嘛。这有什么好熬的、啊，各位？等下弹吉他会没有声音啊？不会啦，等下弹吉他没有声音，你就帮我发出吉他的声音嘛。你就躺在我这边，然后直接喝。对不对？我把你的肚上的毛就这样绑起来嘛，绑6条，然后把调音一下，然后就开始弹你，你就唱出来这样子。那我就唱就好了，为什么要绑那毛？大家要看到的动作才真实，懂不懂啊？不要去动我的毛，好不好？好，接下来为大家带来下一个段子。到这啦，我是康康，我们是达康的康，大家好，来，好啦，怎么样？我们其实今天是公演的最后一天嘛，
有。那说真的，过了今天之后，那个关键的日子很快就要到了。哇，讲这个这么紧张，好，没问题。嗯，所以你们家对那种敏感立场算是一致的吗？超麻烦的，真的是不是？超麻烦的。我跟你讲，现在这种世代之间的沟通啊，这种冲突很大。对啊，你们家也是吗？我们家还好，但很多人不愿意在家里提这件事情嘛，就因为怕吵架、啊。但我觉得我没有办法，因为我觉得这种事情你还是要积极努力去沟通，去试着沟通看看。真的、哦？真的假的？真的，你不能放弃啊！我每次都跟我爸妈说，就你们不要相信他们真是骗你，我苦口婆心的不得了真的是很勇敢哎。没有，每次讲到最后一样，大家都很难过啊，因为你内心深处还是不想要伤他们感情的，对吧？是吗？讲到这真的很沉重啊，很沉重。我不知道为什么，可是他们就是不相信。就是那老公公明明就存在的吧？不存在啊！存在啊！不存在啊！存在啊！搞半天你不在讲政治啊？真的搞半天你不相信那老公公啊？谁相信啊？哇、哦，好可怕！你才可怕吧？你怎么一路活到现在的啊？你才怎么一路活到现在的？你这件事情本来打算瞒我多久啦？谁会刻意瞒这种事情？哇，以后怎么跟你讲漫才啊？哪有那么严重啊？等等，我刚讲那个日子是总统大选日子。我在跟你讲圣诞节好吗？谁用这种氛围讲圣诞节啊？那种圣诞节啊！我还跟你讲政治啊！政治那种虚幻的东西也太遥远了吧？我在那聊干嘛、啊？圣诞老公才遥远呢。哪有啊？你知道他是跟你生活息息相关的、啊。政治才是吧？不是，圣诞老公公他可是真的会送你礼物的人啊。他对我来说已经连续跳票20年以上啊。你也太不乖了吧你！谁跟你乖不乖啊？都几岁人了、啊，小学就该发现真相了、啊，何况你是个35岁的小孩，35岁的小孩、啊，每一个大人的心里面都住着一个躲在登机箱里面的小孩。什么登机箱啊？不想长大嘛？用那么物理的方式限制长大、啊？天啊！等等，你在跟我认真的？19寸的那种？谁跟你讲登机箱啊？好，总之没有圣诞老人啊。有啊？没有？好，怎样？你现在还有收到礼物？当然没有啊！你跟我讲半天。我不乖了吧？脑粉还脑残啊你！那些礼物都是你爸妈送的哦。你刚刚讲话就一模一样我知道他们试图告诉你真相。真相都胜利者在说的啦。疑心病是有多重啊你？奇怪，人家的礼物说自己送的啦。啊，这种借花献佛的谎言，你大人还真的说得出口啊？没有，圣诞老人都是你爸妈送的。圣诞老人送的啦。好，我问你，你有亲眼见到圣诞老人送你礼物吗？国小一年级，圣诞夜的时候，我躲在我床上，躲在棉被里面装睡、然后隔天中午他就走到我旁边。隔天中午啊，迟到太久了吧？他就把他的礼物塞到那个大袜子里面了，穿圣诞装，整套的，大胡子，银白色的，拿着一个大袋子，公事包，什么风格啊？他害怕弄脏我们家地板，坏了我们家室内拖绝对是你爸办的啊！我爸才没有那么胖啦！你爸穿衣服里面塞棉花就胖了。他还用那个芬兰口音跟我说了一句那个 Merry Christmas， 你知道吗？那叫台湾口音，只是你爸英文讲不好而已。你们为什么都要把事实变造成你们要的样子啊？没有变造就你爸变装而已啊！变装？那我请问一下，为什么你们要穿着圣诞老公公服装，然后送我们礼物啊？啊，你们这种拙劣伪装是想要隐瞒什么？你们想要隐瞒什么？啊？你们想要隐瞒什么？但是为了让你开心，那不然呢？大楼里面监视器拍到的圣诞老人都是假的、哦，你还掉出来看啊你？那都是你爸扮，只是你爸用心把衣服穿回家。那圣诞老人是真的，圣诞老人去哪里了？一直都是你爸，被消失了是不是？别用敏感的词好不好？天哪、啊，你们一个个通通都一样是不是？大家都一样啊？你们都无蛋主义者、哦？什么无蛋主义者？你都无蛋主义者吗？好，你冷静下来，你冷静，你相信？好，你先听我说。好，圣诞老人不存在。我不能放弃，我要叫你。拜托你放弃好不好？很冷静点，你冷静点，听我冷静，我慢慢解释，我慢慢解释。好，你解释，你解释。圣诞老人是真的存在啊！你完全没有解释嘛？相信我啊，爸爸，相信我。错乱了吧？我不是你爸，我不是你爸，冷静下来，冷静下来。我太着急了。啊，是，不能这么直接，对长辈讲话不能这么直接的。12月25号嘞，这个行宪纪念日快到了吧？我话题转得好硬啊！老爸，我不是你爸，你还没醒啊？我们今年来过，交换个行宪礼物怎么样？应该没有这种节日活动啊。北极那附近。不知道有没有过这个节日哦？那北京应该过的是圣诞节。老爸，我没有在跟你聊什么圣诞。好，你破绽百出，破绽百出了。北极那边真的是生活水平越来越好了啊！真的，你是说瞎话，人家冰山都融化完了。你怎么这样？之前还嫌人家太冷了啊，现在人家变暖了，你又不开心了？我恨不得他冷一点呐！我不能这样想啦，你知道那么寒冷的国度里，鱼都在放假了，语无伦次是不是？那么寒冷的国度里，鱼都在放假了。我听。天哪！你刚说强调什么字了？没有，我没有在讲圣诞老人啊。我知道你是刻意强调什么两个字啊。你又大声什么啦？每次都这个样子。好了，我就支持圣诞老人怎么样嘛？我知道你在对爸讲话
的、哦。你谁啊？你才不是我爸、啊。中型啦、啊、你。天哪、啊！我在家里面捡个圣诞节都被禁，我来到这里也是一样哦。你叫我多讨厌圣诞节啊！每年圣诞节，我们家里面的袜子不是被撕破就被烧掉，哎，这么激进吗？连我脚上这双都不放过，哎，啊，隐形袜都被查出来，哎，隐形袜不是真的隐形啊？我买五号的 size 可以穿到几乎隐形啊。五号也太小了吧？我就用大拇指的指甲前端勾出一点点，再用后脚跟勾出一点点，好不舒服，好不舒服，不要讲了。我连腿上的肤色丝袜都被查出来，那就没必要穿了吧？我发了300多则圣诞文，你知道吗？好多，全部被检举下架，脸书机制出问题了吧？我去年还买了一套圣诞老人的服装，然后想今年可以穿，连这个都有啊？结果整个把它拉出来一看的时候。被他们偷偷染成蓝色的了，也太费工了，干嘛、啊？他们说啊，圣诞蓝，圣诞蓝也没差啦，圣诞蓝蓝啊，圣诞白就红色的，就红色的嘛。就你话题越来越不对了。我支持是圣诞老公公嘛，不是圣诞小叮当啊。没有圣诞小叮当，为什么比我啦？你知道我很生气啊，我气到我们把我们家里面的墙壁全部漆成红色的，然后把那个丑不拉几的圣诞服，我们蓝色把它贴在墙壁上面，然后再拿那个喷漆给它喷上一个大大的 M 哦。Merry Christmas。A D E I N C H I N A。China， 你在标西伯产地吧？然后我就拿剩下的游戏有没有？需要我们那个社区活动中心啊，还有一个很大棵的绿色圣诞树，然后我就把它泼，我就把它泼，还我红色圣诞节！好，不要讲，不要讲，好，太狂热，太狂热，你的圣诞节太泛政治化了一点吧？好，你太狂热了，对不起，我太热了，不要，太狂热，太狂热啊！理性沟通，理性沟通，理性沟通，圣诞老人征服北京，完全丧失理性了。我很有理性啊！你听我说，我是为了你好。不要抓我，不要抓我。你听我说，你看看网络上面那么多不正常的媒体，你要思考，不要看那种东西。才都看的什么鬼媒体吧？哎，圣诞老人后援会啊！北极乡民爆料公社啊，你不知道吗？去哪里找到奇怪网络社团的？你看看有这么多资料，你都不看不比较啊？我不用看也不用比较，圣诞老人不存在就铁铮铮的事实嘛。你们为什么就是不相信圣诞老公公啦？因为他不存在，因为没有人收到礼物，因为没有魔法嘛。你不要没有礼物就这个样子好不好？不管，你觉得全世界哪个小孩有真的收到他礼物的？我这样讲话，现在全世界还有多少听话的乖小孩啊？你要这样凹是不是？那第三世界那些单纯小孩为什么也没收到礼物？什么第三世界啊？你以为他一带一路是能去到多远啊？什么一带一路啦、啊？你在讲什么啊？他有一个大袋子，还有一批驯鹿啊！你不要这样缩小，不然让人家误会啦！你想想看，他这样一带一路的政策需要多远嘛？全世界啊，他业务到全世界，好不好？全世界，啊、你先看你是用什么样的标准在要求一个几百岁的老人家啊？你多想帮他找借口啊？懂不懂得尽早尊贤啊？烦不烦、啊？重点是他是一个有魔法的老人家。魔法？你几岁人啊？你才几岁人啊？你最没有资格讲我这个。我在跟你讲高龄化议题，你在跟我开玩笑？你在讲他几百岁，才在开玩笑啊？人瑞啊？什么人？没有几百岁人类好不好？那绝对是魔法、啊。谁跟你魔法啊？有魔法，他当初还要爬那个什么烟囱，然后是弄到自己黑黑脏脏这样，神经病哦。啊，没有魔法的话，可以活到几百岁，一天送礼物到全世界哦。啊，是不是？怎样？被你自己的理论突破盲肠了哦？你干嘛突我盲肠啊？你干嘛突我盲肠啊？你恼羞成怒是不是啊？比喻而已啦。怎么样？他没有魔法可以活到几百岁，送礼物到那么多地方，可以吗？有魔法的小精灵。啊，有魔法的小精灵，听不懂啊！有魔法的是小精灵，有魔法的是小精灵啦！我想帮他开脱啊！好，那为什么他不自己跳出来承认说，呼呼呼，我就是圣诞老人，呼呼呼！哇塞，你这个口音根本就是歧视圣诞老人嘛！没有，是大家这样模仿他。那你这样遇到原住民朋友，是不是就得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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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才不会好吧？不一样啊！歧视圣诞老人吧？我才不会这样好不好？好，你自己说，他为什么不跳出来澄清说自己就是圣诞老人？你知道他处境有多危险？哪里？他一出面就会被追踪的嘛！他顶多会被人家拍一下而已吧。哎，飞行的时候他要闪过各国战略雷达，还有飞弹什么的，这种危险吗？有些国家是有反渗透法的。什么反渗透法、啊？反圣诞法、啊？讲清楚啊，没有这种法啦、啊。而且他想尽办法侵入民宅，还要不被发现啊。我为什么被讲圣诞老人好像是跨国恐怖分子一样？谁跟你恐怖分子啊？恐怖的是那个小精灵，好不好？啊，小精灵他们想要篡位，还想要全力架空他老人家，你知道吗？你哪里来这种小道消息的？你去看政经官不了，你去看。你还是有没有讲政治？精灵的精，政经官不了。你这有。你知道他一个人很寂寞，压力很大，你知道吗？还要抵抗那么多那种不信任他的朋友，他很寂寞的啊！迷路还找他麻烦，你知道吗？寻路啦，讲错，寻路啦，迷路、寻路都有，都路啦，没有那么多种路啦，在北方寒冷地方都有寻路啊，没有南方归顺来打工的有一批迷路啊！你的世界观是有多展开啊？迷路可是会罢工的，你知道吗？猜到了啦，劳权意识有多高啊？迷权啊，迷权运动啊。
你就讲你这词从哪里来了？你去看《黑特迷路》了，我超想看的啊！前几天 Discovery 有播那个万迷大游行啊，你知道吗？那就只是《迷路先行》纪录片而已嘛、哎。奇怪，我真的不明白耶。那叫你送个礼物的工作啊，有什么好生命危险？生命危险的，都要闪飞弹，哪也不危险呢、啊？哎，不是你搞一个什么反送礼运动的，你迷路这样搞，寻路何其无辜呢？现实的既视感超标了、啊、你、哎。给他们有吃有住的，他们还想要什么迷主自由什么东西的、啊？你还是有在讲政治？怎么样？就算民主自由怎么样？啃树皮搞破坏的，人家天性根本就是一群暴迷，双关太多了，语音双关太多了。你干嘛、啊？这样圣诞老爷还不出动他的圣诞水车来喷？好了啦，好了，不要讲什么，不要再讲下去了。你干嘛？这太可怕，太可怕啊！跟你讲这话题太可怕，怎么了？我搞不懂你在讲圣诞节还是讲政治啊？谁跟？我跟你讲圣诞节啊！不，但你的圣诞和政治已经密不可分了。哎，对对对，我们政治归政治，圣诞归圣诞，但老人归老人，好不好？就圣诞和老人还分开了、啊，够了、啊。谢谢大家。以上这段子不代表我们两个的立场哈、啊，真的吗？虽然是好像是我们其中一个人写的，但是不代表我们的立场哈。你知道我们两个人服装加起来是什么吗？你说海浪跟樱花吗？啊，海浪跟鹤，没有什么立场，没有什么立场。没有什么立场。但11月11真的要去投票、嗯、，OK？ 真的真的真的，不管什么立场，去投票好吗？一定。才能够表达你意见。哎、欸，但是真的啦，这种家庭式的哦、喔嗯，这种什么手工吗？啊、哦，这种哎、欸，真的在家里面很难提这种事情的啊、哦，对啊，开明的那种家长哦、喔，很辛苦。开明的家长很辛苦。没有没有，他认为他自己开明，但他立场完全跟你不一样，是吧？真的真的真的，这种才真的很艰难吧？那我可以，我们都可以讲的啊。哦，你们家是真的可以讲的、喔。对啊，讲到说你在说什么？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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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点都不文明吧？我刚刚是有点情绪上来了，是有点。你可以说。我觉得你下次可以开车带人家，你开车带人家出去玩的时候，你一个人坐在驾驶座，然后就开始跟他们讲这个话题。我要握到方向盘才有那个勇气讲。对啊，其他人就说你现在顺着他，孩子爹，你现在先顺着他。然后我撞分隔岛，我跟你讲，我现在撞分隔岛啊，不怕你们。真的、啊，我拿矿泉水压住油门，我跟你说，超恐怖，很恐怖。但是这件事情真的是，我觉得真的时代之间的一些小问题了。对啊，但哪个时代不一样呢？每个时代都这样子啊。有吗？你说古代的时候也是这样的吗？古代的时候也是啊。真的吗？对啊。说秦始皇的时候吗？秦始皇那个时候一定也是的啊。啊你要支持秦始皇啊？对啊。你不要统一啦，你跟人家统一闹这些有的没有的干嘛呢？合纵连横的时候、啊、秦国就好了。我就是要统一啊！奇怪，我就要统一这么多国家。我现在全分不太清楚你的立场是什么，我觉得你要讲清楚一点。小秦始皇跟秦始皇的爸爸小秦始皇跟秦始皇的爸爸，对他爸就说不要统一啦，我们就是维稳就好啦。所以你意思是说他们有血缘关系的？他们有血哦，小秦始皇跟秦始皇的爸爸哦，秦孝公，我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有可能叫秦伟之类的，我不知道。不要乱，他姓嬴啦，他姓嬴。不要乱讲，嬴政哦，好啦，这个事情，好，大家应该心有戚戚焉。对啦，但真的都这样子，慢慢沟通，慢慢沟通，可以吗？这慢得了吗？剩十几天，啊，你慢慢可以沟通，可以慢慢沟通啊，但是一些手段就直接做啦，蛮恐怖。没有啦，没有啦，没有，大家都有表啊，大家都住在这块岛上的人民呐、啊。是是是。对啊，对，也不一定啦，有人住在澎湖啊，有人住在鹿岛和兰屿，也是同一区，也是同一区。但是在这周边的岛，我们大家一条心嘛，对不对？我们在同一条船啊，要沉大家一起沉啊，对不对？自我放弃啊！啊，要凿洞大家来凿洞啊，对不对？对啊，那红酒，那开关系嘛，拿出来开凿洞的。什么东西？凿洞去哪里啊？就把船凿洞啊，大家沉一沉啊。好了，我们要就继续扶下去哦。好，来，我们来，等一下，我们要介绍一下这个环节。哦，对，来，康康，请介绍一下我们这个环节是。这个环节呢，就是我们的第四个环节，我们每一次最累的一个环节叫做达康演一下。达康演一下是什么呢？就是刚刚集齐的呢，请大家在入场前啊，做好前啊，就是写一些做好前嘛。哎、欸，没关系，他们做好之后写，我们也是会收的。对，好，对，然后写了一些东西，那你们可能乱写一些东西，我们不知道是什么，那我们就收集过来。對，他们也没有乱写，他们都用心写的。对，你不要一直觉得我好像讲错话，好不好？但其实我没有，出去。
不能沟通，今天大家都不能沟通，让我好好讲一下。然后你们写上一些东西，不管你们写什么，那我们等一下会抽出来。那我们不知道会抽到什么，那我们就会即席的去把这个情境努力的把它扮演出来，这个样子。哦，那今天什么篇呢？啊，什么篇的意思是说，我们每一期都会有一个篇，那个篇呢就是对博物馆篇。讲到博物馆的时候都会鼓掌了，对，跟昨天一样，很好很好。没有，我就跟你说那语气的问题嘛。好好好，屡试不爽。博物馆，摄影大哥在那里。这边也有一位，还有最重要的是后面那一个。我确定了，只是因为语调变化的关系，我确定了。实验观众这件事情，我相信这三位摄影他们都不认识。对，但是最重要是谁？是谁？导播在那里。好，导播不 cue 你，你就没有画面了。对，对，的确是这个样子。对我们来说很重要，没有错。的确是这样。好，那我们即将来抽出我们的啊，第一个博物馆片的第一个哦，来，我先抽。哎，我抽了两个。哎，那我这个就给我了。OK， 来，来博物馆片第一个物件。舞娘，老师不通的马桶，是老师的不通的马桶还是？对吧？老师，老师哦，老师不通的马桶。哎、欸，我们两个真的是极度的没有默契耶，在这种时候，抽出来都是地狱签呢。好，舞娘，老师不通的马桶。好，然后博物馆篇。来，博物馆篇的舞娘和老师不通的马桶 ，start 喽！哦，先生，我想问一下你们这个展品的这个典故是什么？因为这写法文的，我有点看不太懂。哦，这个法文吗？我也不太懂哎，这个。你不是这边的导览员吗？哦，不是，我也是来看展览的，但其实我也是这边的其中一个艺术家，我正在完成我的作品，不好意思，经过一下。哦，真的，你的作品是什么？哦，这个石膏像是我正在工作的一个哦，对，你看。哦他的这个有没有？有，对，有没有？這個、有，他脖子的部分有没有？脖子的部分哦，脖子的部分，他肩膀好宽哦，你的比例是对的吗？对，他脖子嘛，然后到肩膀，然后手这样。他是不是肿瘤？这是不是一个肿瘤？有肿瘤的？不是，这是一个我，不好意思，就是不要随便触碰，我还没有完成艺术品好吗？哦，不好意思。对，那本身呢，我是想要把它雕刻成一个舞娘形象嘛。对，所以你这个作品的名字叫做舞娘。对，我希望是，但是呢，我最近有点缺乏灵感，因为我一直用我的想象力创造，但创造不出来，我极度的需要一个模特。然后我就觉得刚刚，那怎么好意思呢？谢谢，麻烦你了。我一看就知道你有这个潜力，麻烦你了。所以要翻模吗？我要翻模吗？不是那种模特，你可不可以揣摩一下舞娘的一种角色，让我找到一下灵感，这样子，谢谢。你要哪一种舞娘？哪一种吗？你要哪一种？我觉得如果有管子的那种会更好啊。哦，你说边弄钢管机边用边跳舞的那种舞娘，对不对？你说那种钢管机吗？你说路边的那种钢管机吗？对，也蛮好的，也蛮好的。要鸡翅还是鸡胸？这种。有了吗？有感觉了吗？有感觉了，请继续。我要再转快一点吗？请继续。我要转快一点。很好，请继续。对。哦，灵感，哦，灵感好多。等一下，请继续。哦，我添柴火。哦，添柴火。柴火哦，添柴火。OK， 哦，完成了，完成了。真的吗？哇哦，你看看这个钢管机的筒子是不是很漂亮啊？这样子，这个机的部分栩栩如生啊！哇，天哪，我没有想过我可以完成这么棒的作品哎。你竟然是弄筒子，你知不知道？你们博物馆的马桶为什么有一个老是不通呢？为什么要跟我提这个问题呢，先生？先生，你不是客人吗？你不知道那些侮辱我的艺术家都去哪里了吗？跟我去厕所一下。来，不要！唰！蹲式的，蹲式的，以上都不用给我用蹲式的。它不存在，蹲式马桶，麻烦你多利用一下道具好不好？不要用蹲式的，哎，一直用它，它也腻了嘛，对不对？好，好了，你刚刚舞娘真的表现不错。为什么今年37岁还要？
你四十岁可能真的去卖那个啊，这很管机哦，舞娘，这很有可能，不是说你如果是舞娘，我就像是那种我经过不敢看的那种槟榔西施一样，你知道吗？就是不行，你不行那样子卖那种钢管机的好吗？可是你不觉得这样会招生意吗？我会招人嫌，我觉得。其实不是招生意的部分。说的蛮好的，说的蛮好的。好，再来，博物馆篇第一个，情绪起伏很大，老板。情绪起伏很大，老板。情绪起伏很大的老板，有阴阳眼的警卫。好，很大你上来演。有阴阳眼的警卫和情绪很伏很大的老板的博物馆篇。了解了，了解了。来，博物馆篇，情绪起伏很大的老板以及什么？有阴阳眼的警卫。有阴阳眼的警卫 ，start 咯。哎，先等一下。请问你要进去我们这间博物馆吗？我其实是这间博物馆的拥有者。那现在我想要拿麦克风致辞，请问这位展品，我可以去致辞吗？不好意思，我是这间博物馆的警卫，老板好，不好意思。我只是想说增加一些我们这个博物馆门面上的艺术性，所以我平常值班的时候可以保持一些姿势。原来如此啊，这姿势他妈丑死啊！没关系，我先致辞哦，你坐好。好了。今天我们这个博物馆的尾牙呢，真的很高兴大家来这里。参加这尾牙，没有，对不起，我想到我老婆今天早上上厕所的时候超好笑的，她就站在我家门口干嘛？干嘛？两件事啊，一件事就是我不喜欢人家打断我讲话，你知道吗？老板，因为你现在支持的方向就是一片草坪而已啊，我不知道你在跟谁讲话，但我要跟你说，就是因为我们这边还在展区，还在开展中，有很多游客，那你讲话这样子可能会太大声，会打扰到别人，对啊，麻烦你控制一下啊。还有一件事情就是。你肩膀感觉还好吗？刚刚还好，还好，还好。嗯，哦，好好，没事，我看错了。嗯，好，来，哦，致辞完毕，哦，换边了吗？老板，各位游客，大家好，我是今天我老婆今天在厕所上面真的很好笑。老板，你要接。我做一个急救措施啊，你还好吗？我刚，对 你有点进入了一个可能被什么东西附身的感觉啊。我刚情绪起伏是不是很大啊？你已经演出来了，所以其实也不用解释。对，对不起，对，刚刚是弹幕的状况，还好吗？我刚刚是不是说我自己是个博物馆老板？对，你是博物馆老板，难道你不是吗？我不是啊。啊，你不是，所以刚刚我看的是真的。你是一个被博物馆老板附身的一个游客，让我仔细看一看。哎，我是左眼还是右眼？等一下。你啊，不是，我不是在测试视力哦。真的，我真的看到了一个灵体附在你身上啊。那灵体比我高吗？没有，这个灵体，这个灵体它有一个下半身从这边延伸出来，然后。脚慢慢落地，然后它还有一个尾巴。长颈鹿？哦，不是，腊肠狗？不是，但是它的脸，却是人的脸。啊？哼，人面犬？有可能是。请问你刚刚还有什么不舒服的感觉吗？因为我平常有这样阴阳的体质，我会看到一些奇怪的东西。哦，我刚刚还有什么不舒服的感觉吗？对对对，除了刚刚、哦、那个时候呢？除了那个时候，其他都还好。哦，其他都还好吗？对，其他都还好。那就没事了，没事了。那欢迎你继续参观啊。哦，谢谢。对。那请问你最近有什么一些想要问的问题吗？因为本身我有这个体质，想说有一些荣幸认识了，我就帮你解决一下。哦，好。对。我想问一下。哎，是，来。我想问一下，
2020是谁会选上啊？我帮你看一下，我帮你看一下哈。啊啊！看到吗？啊，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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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了。这位导演，你拍了一个惊悚片，不需要打我好吗？我没有拍惊悚片，我觉得你不需要留一个。因为我想说，纯粹的空白给我，好可怕，好可怕啊！惊悚设定，惊悚设定，这结局怎么走到这里的？好，原来你是被附身的，没问题。嗯嗯，没问题，没关系，我也是中途才想到的。哦，你中途才想到了吗？对，嗯。说不定我等一下还会想到别的。好，接下来我自己抽好不好？我觉得你的签运可能有一点点不太好。刚是我的问题吗？来，我自己抽了。嗯，一，来，二，好，来博物馆里面第一个水鬼。水鬼，这跟刚刚是同个系列的东西吧？脖子变短的长颈鹿。啊，我哪是脖子变短的长颈鹿啊？以比例来说，对啊，是没有错，能够这么说没有错。再一个，再一个，真的假的？再一个，哎呀，好了，所剩日子也不多了，来吧，毕竟2020也没有了。魔术师。哦，对不起，我错了。好，脖子变短的长颈鹿、水鬼、魔术师，哇，好热闹哦，博物馆片呢、来，博物馆片的水鬼、脖子很短的变短的长颈鹿以及水鬼、魔术师、魔术师、魔术师，杀喽！好，两分钟哦，来来来，大家，今天是我们博物馆的这个魔术之夜。是的，然后我们这个展品呢，是我们米开朗基罗做的雕像。啊，自己做吗？对对对对对，来，我们就要变一个非常特别的魔术。什么魔术？我要让水鬼附身在这个雕像身上。这样就看不出来了吧，师傅？师傅这样子，观众是看不出来的。看得出来，米开朗基罗雕像本来一直都是米开朗基罗灵魂附在上面的。嗯、但是我现在要把米开朗基罗灵魂拿出来之后，把水鬼灵魂带进去。米开朗基罗灵魂也没有附在这个雕像身上吧？是吗？我们这是个梗，我们等一下再讲好吗？是不是？真是的，原来如此啊！这样大家不就先知道米开朗基罗的灵魂不在米开朗基罗雕像？那没关系，不用解释了，不用解释了。我们还是把水鬼灵魂附在他上面好了。好的，我了解了。哦、来来，这个米开朗基罗的这个没有头的雕像，等一下就会开始动起来了。哦，没有头吗？好。对对对，但这个水鬼是有头的哦。哦，水鬼是有头的。对，但是他附在这个没有头雕像，我们看会怎么样呢？好，来。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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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起哦，你头露出来，你可以低一点。噔噔噔噔噔噔噔，好拙劣的魔术、啊。炸！好，来，请问你是？哦，我是米开朗基罗。哎呀，怎么会变错这魔术呢？啊，再变一次啊！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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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炸！好，请问你是？长颈鹿。啊！怎么又变错了？来，再一次，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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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啊！请问你是米开朗基罗雕的长颈鹿？你好，我是水鬼。继续啊，三张嘛。再一次是不是？嗯，来啊，再一次，来啊、再一次，爽嘛、哦，爽嘛！两分钟三张哦，很爽是不是？两分钟三张、哦，好来，哦呦，后悔了。来，博物馆片，第一张蓝骨头。啊，拍手干嘛？我们只会恨你而已啊！你怎么那么开心呢？蓝骨头，蓝骨头，蓝骨头 ，NASA 研究员，孙悟空，为什么？为什么 ？NASA 研究员孙悟空，你放这里好，我会忘记你放这里。NASA 研究员孙悟空还有蓝骨头，来来，博物馆片的 NASA 研究员管理，孙悟空还有蓝骨头 ，start 啦！参观火箭的这边请啊、哦！哎哎哎！
长庚火箭的这边请啊、哦。哎，你坐到我纸条已经忘记我要演什么，起来一点好不好？哎，你这家伙啊，在博物馆工作不好好做吗？我在那边研究很久，哎，我才过来这边当警卫的啊。等等等，你是谁啊？你本来是谁？我是 NASA 研究员啊。就这样讲出来了、哦、，NASA 研究员，然后来到我们博物馆，然后成为一个蓝骨头是吗？我懒得说啊，你要不要看火箭啊？这样没有道理，好，我看一下，我看一下，这是没有态度的服务员哎。你要看火箭吗？我要看火箭啊，来，等一下哦，发射。就这样吗？啊、哦，就这样吗？哦，爆炸，爆炸！哇塞，哎，这会上新闻吧？第二发。哇，太多了，太多了！等一下，等一下，你有这种权利做这种事情哦？对啊，这不是博物馆吗？等一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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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了？怎么了？两发。哇，太多了，太多了，太多了！哇，哇塞，整个天空好亮哦，所有云都被吹散了，吹散了。哎，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抓住那个手吧，抓住这手，大的那个。大的那个火箭，抓住那大的火箭的手把。什么意思？这只是其中一个游乐设施而已啦，抓着。准备好了、哦？嗯。安全带弄好了哈、哦。弄好了。哎，越来越高了嘞！越来越高，越高。这只是游乐设施而已吗？你来俺老孙的地方做什么？你出来吧。你想来挠天宫吗？来来来。我是一直在不断的在往上飞，为什么你是一直平行在我旁边啊？你也太奇怪一点吧！我吐的只是口水而已啊！你有没有讨厌的、啊？你有没有讨厌？去哪里？去哪里？下啦！嘿，不一样的孙悟空啊！不一样的孙悟空啊！哎、欸，你知道吗？你这种解法、啊，凭良心讲、嗯，我等一下结束我会跟你检讨一下，就是，你就是把所有的题目就变成果汁机砸起来，一个人喝下去的概念呢？先把两个合起来，嗯、之后，你知道就以前 RPG 游戏，你有时候那装备栏不能放太多东西，有没有？你先把它两个先综合一下之后，我本来想说帮你解一下，我都快要解到，然后你就叫我去做游乐设施了。博物馆里面还有游乐设施啊！你少给我那种 S 的强硬态度说，我抓一下，我抓一下。那你用这种方式 Q 人的，哎，我在这个舞台上超 M 的，你知道吗？而且哇，这是 NASA 博物馆嘛 ？NASA 对，无法理解。两分钟的限制是不是？对，两分钟的限制嘛。我在最后才能够以孙悟空的姿态出现。啊，这没有啦，吉他啊，吉他吗？吉他。好啦，今年最后了，今年最后了。好，来，博物馆篇第一个独木舟，这个折了一个，我不知道怎么样，我抽，我看你会写什么东西。公务员，好，好，好，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他也没有什么特别意思哦。好，再来，好，他就写公务员爱心，对，爱心，公务员爱心，好，来，嗯，再来，呵，嗯，呵，是你呵什么啊？呵，嗯，呵，呵，呵，公务员独木舟，不要拿走他，不要拿走他，呵，公务员独木舟，好，来，呵，公务员独木舟，博物馆篇 ，start 来，各位女游客，你们看到了、哦，我们这博物馆的这个鹤的都是活体的。对，那我们的标本我是不做成标本的，博物馆里面就像动物园一样，鹤是真的可以真实存在的。但是我们鹤呢，是因为我们做过基因的智慧的改造，所以这个鹤呢，其实可以做到非常非常多的事情，比如说划独木舟。是的。对的。它会像机器战警一样呢，因为它关节本来比较细一点点，所以它用它比较细的关节去划独木舟，划了，没有错。
好，那这个时候如果要看到鸭子，他要跟鸭子打招呼，用他的。对，我们可以知道鹤跟鸭子其实并不是处得很好，所以当他知道用翅膀中间那一根来比的时候呢，他就会使用中间那一根了。好的，那这时候鹤呢，他从独木舟下来的时候，因为他腿很长，好好冷静，来来 ，sit sit left leg lift lift right leg lift lift， 好好的。很乖，他现在乖了啊、哦。那由于呢，我们这是公社的博物馆，那我本身是公务员，所以我也会请我们这个鹤呢帮我处理公文，啊、哦，比如说像这样子，来，这个你看一下，好，那这个呢我们就盖章了，好不好？来，下一个，好的，我们还是不能让鹤太有智慧。那谢谢大家今天参观博物馆，那下一个呢，我们往鸭子区走了，好吗？哈哈，继续。哇，好可怕、哦！你是一个没有爱心的公务员，你知道吗？去给我拿吉他。哎、欸，鹤独木舟蛮厉害的耶。嗯，鹤会划独木舟的话吗？对啊，真的蛮厉害的。我开始害怕那只鹤。而且这个博物馆真的是……哎、欸，它不用桨，哎，它只用翅膀这样子就可以了。这样。跳日本舞有没有这样？这样。好，我们要很谢谢大家来到我们今年的最后一档的直播的演出。那我们要来带来我们最后的晚安曲，谢谢大家。嗯，晚安曲要唱什么呢？不知道。这不是多讲啊。看看看看。你有没有什么新年新希望？我想要成为一只鹤。想要成为一只什么样的鹤？至少要会比中指。真是个不知检点的鹤。这种鹤很多人喜欢养在家里，放在门口跟邻居比中指，但邻居还是不知道那是中指，只会觉得这只鹤竟然会划独木舟。这只鹤什么时候又跑进来的这个设定？边划独木舟边比中指的那只鹤，那怎么划？这样划吗？他一只手比着中指，另一只手滑，所以独木舟一直在转圈，怎么样都在湖中心滑不回家。哦哦啊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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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新年新希望是什么呢？是什么呢？我想要成为一个魔术师。真的吗？你手太小，可能变牌的魔术大家会看出来，你根本是作弊。但我可以拿比较小的牌，大家也看不清楚上面是什么红心还是黑桃，所以我变之前会说，大家来望远镜拿去好吗？望远镜拿去。我要开始变魔术咯，但是望远镜的倍率带高技巧都被试穿了。什么东西？他们看得太清楚，都知道我要怎么变了。哦，清楚的解释。嗯。最后再问你一句，嗯，还有什么希望是真的想达成的？当然还是希望。不要讲得太现实哦，我还是要回答这个。菜价可以变得更便宜一点，寒冬可以赶快过去变温暖吧，温暖吧。英文好，可以越练越流利。你的
英文要变好，韩文，韩文我就没什么兴趣，但现在也很重要。新的是希望大家要更好，不管怎么样，反正要更好。新年新希望，那送送要怎么办呢？送礼真是麻烦的学问啊！送礼要小心，不要乱送，送错了。送，过年总会送鱼吧？鱼又到回来了吗？当然也有国产的青江菜还是空心菜，你到底要双关到什么时候？我没在讲什么，只在讲新年新希望啊。年夜饭希望大家都吃得开心，有菜有鱼还有送送你送你一二三都讲到了，总没有不公平不公平，我们可没有偏向哪一方哦。但我要说句实话，我就是有偏向四号耶，大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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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托大家支持我们，请投四号，把四号的格子画出来，盖下去，用印章盖出一个我们的画像，我们的指标开出来了，绝对不会让开票人知道，自己讲你在画什么，让他们知道，让监票人知道你们到底在画什么。这个矮的是副总统，那个高的是国防部长，凭什么他在传单上？麻烦大家多多支持四号，谢谢大家，谢谢，谢谢，谢谢。好，真心希望有第四季可以跟大家相见，谢谢，谢谢。我还有什么要说的呢？现在就快说吧。这个很难用唱的，你想怎么样？你想怎么样？好了，那在我们下明年的第一个工作，是第一个工作就是跟红白艺能大赏以及生活饮料合作的一个活动。那这个活动呢，其实是红白的一个周边活动，它是一个抽奖活动，也就是说大家只要把买两罐生活饮料，很难解释。然后大家听好了，来，我先模拟一下那个状况。我走进 Seven Eleven 里面，叮咚打开之后，好远。打开冰箱，生活绿茶拿出来，是气泡水，还找不到，然后再拿一罐生活绿茶。气泡水可以，有些地方美联社可能可以。美联社可以，但是我现在讲是在 Seven 嘛，对不对？是是是。拿两罐气泡水，拿两罐生活饮料，生活绿茶之后呢，然后拿去结账，结账这张发票呢，你就可以拍照，然后登录上那个这个生活饮料的官网然后只要登录五张发票呢，你就能够抽奖资格哦。这个抽奖抽下去会怎么样呢？抽下去呢，就是你不但可以看红白艺能大赏，你还可以进入 VIP 包厢。包厢对，而且在进入包厢之前呢，会由达康陪你们游台北。哦，是达康啊。嗯，失望的部分，是我们，我们会在这个我们台北市不是有观光巴士吗？红色的那个，我们会跟在巴士后面。对，像拖那个婚礼的罐子一样，这样被拖在后面，除以极刑。好，我们在上面跟大家导览啊，跟大家一起聊天啊，我们先大家陪大家绕台北市一圈，对，然后进到呢这个小巨蛋里面的红白艺能大赏开进去，
嗯，对，直直的开到二楼这样子，然后时速只能保持50，不能停这样。没有，我会停在他的外侧，然后警察来赶我们，我就会快点走。但是我们会先让大家下车，然后带大家走着红毯。对对对对对，然后警察如果开枪的话，我们会帮你稍微挡一下这样。然后进到 VIP 包厢，而且 VIP 包厢里面还有什么？VIP 包厢里面还有我们台湾有进入三星的。三星的米其林一星的餐厅哦，米其林一星，对对对，各种餐厅的食物会在那个地方让大家享用。哎、真是真的，我们有看过菜单了。而且这个抽中的人，他还可以带他身边11个朋友，总共12个人一起。这个时代谁可以带出11个朋友？我很好奇的。就是没有这种事情啊，这个时代很难吧？我跟你讲，你带11个朋友有没有？我们会在里面准备一个长桌。你会在最中间的地方排开的时候，之中一定会有人背叛你，好吗？大家想一下，那11个人当中谁会背叛你？对，然后这个活动很特别。好，但是呢，大家注意一下，这活动截止时间是到1月1号，明年2020年1月1号的晚上11:59，59，截止29，好奇妙的一个，好奇妙的一个位置啊！快过了，提醒大家还有30分钟要，可以赶快登录好吗？所以呢，如果想要知道详情呢，也可以上官网。看一下他的活动规则啊，是的。那希望呢，在明年刚开始的时候，就可以跟大家在这个游览巴士以及小巨蛋里面见面啦。啊，是的，来欢迎大家多多参加这个活动，真的是很爽的一个活动，爽，豪华，好奢华。接下来呢，还有什么呢？这是一个台湾很有名的登山家，叫做何瑞康哦。他出了一本写真书，然后里面是台湾各种山脉的照片啊，对，一些我们生态上面要保育的东西，一直拍到我自己的脚，对，没有拍什么风景这样子。我看见台湾，都是看到我自己的脚而已。我踩在台湾身上这样子，翻过几座山，我来到音乐国度啊。对啊，这是我今年筹备的跟这好好介绍一下哈，因为是直播场嘛，直播的朋友们麻烦多多支持啦。就是这张专辑是由我们这一届金曲奖得主廖世贤老师最佳台语，然后以及最佳编曲的尊山老师跟我一起，然后我们从年初开始筹备的专辑，然后里面全部都是我的创作，那的音乐不是照片。然后不是写真书，然后还有之前也是金曲加持的19两乐团，他们都是很优秀音乐，还有 Fazzy and Hazzy 的这个吉他手，对，也是编曲老师，一起完成了一张作品，然后由我的词曲出发，然后长达1小时多的音乐作品，他中间没有断吗？啊，中间吗？对，1个小时听下来没有断，可以没有断，就是连着的时候稍微哼唱一下前一首的时候，自己哼一下，自己接一下就对了。对对对，然后12月31号的时候会正式的上线，而且它有实体贩卖，然后这一次的。我们合作的唱片公司也就是滚石帮我们发行的这样子，所以算是一个很正式的一个音乐作品。那希望大家多多支持，然后有兴趣去听的，你当然可以在 iTunes 上面就是听得很爽，就是对，但是也可以买一下实体，因为里面的一些设计啊，哪里买到实体？哪里吗？对，现在哪里可以预购？可以预购了吧？可以，博客来好像有，博客来可以预购，然后什么佳佳唱片？哦，佳佳，对，还有那个武大吗？淘宝可以吗？淘宝吗？淘宝，我们先后面再集运过来这样子。绕一圈过来，好，还有哪里？佳佳，我目前知道只有还有滚石他们自己的一个什么购物网，但之后应该会铺货铺的更多，那也麻烦大家多多支持了。对，但是我就没有办法贩卖了，因为我自己出来卖就是卖黄牛票这种概念，对，我不能自己这样切出来。你不能自己出来卖吗？本来就不行吧，这是他们负责啦。那我还去批了一批，哎，这边有一批，专辑很便宜啊。何瑞康有没有听过？啊，要不要听一看何瑞康？对，那麻烦大家多支持，谢谢大家。好，谢谢。好，那我上次的 EP 还剩150几张啊，也麻烦大家虾皮上面搜寻一下，是可以买得到的，谢谢。当配菜一起听啦。对，我跟你讲，就是你把2张 CD 一起放，然后一起 play 的话，听起来会很奇怪哦。废话，你会听到一些不一样的东西哦。的确太不一样了，太不一样的东西了。你会训练你的左右脑同时很发达，这样一边放个喇叭。没有人可以这个样子听好吗？对，麻烦都要支持，谢谢。对，但这个我们就会自己卖嘛，对不对？但这一直我自己卖，每一次我虾皮上面也可以购买啊。对。好，那今对，好，这个很可爱哦。对，这个是我们这个哈利，我们抄哈利的明信片。它的主题叫做北京的丧尸，就这样而已吗？
好，总而言之呢，哈利的明信片介绍完了。他现在，因为他之前设计了一个上市系列的明信片，然后而且有办画展，然后呢，他展出之后，然后他还有很多的这种明信片的小的商品作品，然后他也在我们的前排贩售。那麻烦大家如果喜欢他的这些系列的话，都很有趣哦，他背后都有很多小故事哦，然后也麻烦多多支持哦，我们支持这种首创手绘亲自手绘文创、明信片对的明信片。对，很有意思的这个。然后等一下我在门口可以购买这个明信片。那一组呢是240元。哦，一组有几张啊？一组，内含悲情丧尸8款不同明信片，以及达康8张相同的明信片，以及达康8张相同明信片。以及吗？送礼自用2箱，还有阿达双一阿达。好了，我知道，阿达回来，阿达我知道，其实就是一些没有卖出去的，他把就之前没有卖完的，他把你放进去了。好了，没有，没事了。好了，不要这样。OK， 我知道，但是我要跟你说，你冷静听我说。刚没有仔细看，你冷静听我说，就是这个意思，好了，停止了。你的都卖完了吗？没有，我的 EP 也没有，但我 EP 没有含在这个里面。好，冷静一点哦，坚强起来 ，OK。一起迈向2020 ，OK， 好，谢谢大家，今天来到我们大家好了，谢谢，我知道时间数，谢谢，谢谢大家，谢谢。